近日90后顶流花旦迪丽热巴迎来29岁生日，粉丝早早就为她打头做生日应援，庆生牌面非常的大，粉丝在为了给偶像过生日已包下北上广重庆苏州等多地的广场大屏幕，另外还有各城市的地铁广告牌。作为好姐妹的杨幂也留言为热巴庆生，并叫对方昵称大大宝贝，被显得很亲切，这样的互动太暖心。两位女星也借此机会打破所谓的塑料姐妹花传言，曾多次有人说杨幂与迪丽热巴只是表面姐妹，私底下关系冷漠，还彼此抢资源，其实他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只是较少同框合作而已。在工作上，迪丽热巴与杨幂同属一家公司，不过杨幂是老板，而迪丽热巴是旗下艺人。迪丽热巴之所以能够被捧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杨幂的提携与重用，如今迪丽热巴和杨幂都是功成名就的女明星，两人成为嘉行的门面担当，希望两位流量艺人的友谊长存。